This is Radio Thailand World Service, broadcasting from Bangkok and relayed over transmitters in Bandung, Udon Thani, northeastern Thailand. For listeners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the Middle East and Africa, Europe and America, it is now time for our broadcast in Mandarin. 这里是泰国广播电台，接下去是普通话节目广播时间。这个节目是在曼谷时间晚上7:45到8点，或者格林威治时间中午12:45到1点，向亚洲和其他地区的听众广播。各位听众，在今天的新闻节目里，首先向大家报告新闻提要。总理于3-4日访问南亚的斯里兰卡，已签署 FTA 自由贸易协定，政府帮助解决系统外债务，至今登记的人数已超过13万人。2023年对中国的贸易逆差366亿美元为新高。BOI 投资促进委员会有指标要把2024-2025年成为吸引目标产业投资的黄金年。听众朋友，从即日开始，各位可以在 YouTube 或者俗称的油管收听本节目。您只需在手机或者电脑上打上英文字 Radio Thailand World Service， 也就是泰国广播电台海外部。重复一遍 ,Radio Thailand World Service, 也就是泰国广播电台海外部，便可以不限时不限地点的收听到本节目，并可以在留言区写下评论或者建议。谢谢各位的支持。听众朋友，接下去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总理3-4日访问南亚的斯里兰卡，已签署 FTA 自由贸易协定。政府发言人蔡瓦哲隆透露，应斯里兰卡总统拉尼尔邀请，总理兼财政部长塞塔于3-4日对斯里兰卡进行正式访问。塞塔总理将作为斯里兰卡独立76周年之际的主宾，并见证泰国斯里兰卡 FTA 自由贸易协定的签署。这次访问期间，塞塔总理计划与斯里兰卡总统举行双边会晤，此外也将与斯里兰卡政府及私营部门的高级管理人员举行会议，参加由泰国和斯里兰卡商业部及斯里兰卡商会联合举办的开拓市场渠道，打开斯里兰卡贸易投资大门的研讨会，并发表演讲，旨在促进自贸协定签署之后两国之间的贸易与投资。政府发言人蔡瓦哲隆表示，泰国和斯里兰卡以同样信奉佛教为基础，长期以来保持着友好关系，通过这次访问将是促进泰国和斯里兰卡加强关系与合作的好机会，尤其是在经济方面，双方将共同签署自贸协定，这将成为泰国的第15份自贸协定，也是塞塔总理领导政府签署的第一个自贸协定。为加入政府帮助解决系统外债务的行列，登记人数已超过了13万人。内政部常务次长苏迪鹏日前公布了解决系统外债务问题登记措施的进展情况。据行政厅调查和法律事务办事处统计，自去年12月1日开始登记以来，截至1月28日下午，债务总额为91亿6300多万铢，共有135300多人登记。这当中分为线上登记114700多人，在解决系统外债务问题中心登记的25000多人，另外有债权人102400多人，并且已成功帮助了约8000名债务人调解成功，总共减少债务6亿3600多万铢。解决系统外债务问题登记人数最多的前5个府治依次是：一、
曼谷有11000多人登记，债权人7400多人，债务8亿1300多万铢。二，南部的洛昆湖有5500多人登记，债权人4900多人，债务3亿7000多万铢。三，也是南部的宋卡湖有5000多人登记，债权人3800多人，债务3亿2800多万铢。四，东北部的科赖湖有4700多人登记，债权人3400多人，债务3亿8200多万铢。五，东北部的树林湖有3500多人登记，债权人2400人，债务2亿9500多万铢。至于解决系统外债务问题，登记人数最少的前五个府治依次是：一，北部的麦丰盛府有218人登记，债权人229人，债务1271万铢。三，南部的乐农府有300多人登记，债权人200多人，债务2000多万铢。三，中部的麦公府有350多人登记，债权人270多人，债务1300多万铢。四，东部的达纳府或者同爱府有430多人，债权人300多人，债务1700多万铢。五，中部的西姆里府有400多人登记，债权人330多人，债务2300多万铢。2023年对中国的贸易出现逆差366亿美元，为历来新高。去年，也就是2023年，泰国贸易对中国的贸易逆差达366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泰国海运商协会指出，泰国企业家应该将更多精力投入到成品产品中，强调必须做好成本管理，才能够加大竞争力，以品质取胜。建议政府部门持续监管工业产品标准的执行。一直以来，泰国与中国的贸易不断扩大，尤其是2005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两国之间的贸易持续增加，但是泰国一直处于贸易逆差。2003年，泰国的贸易逆差为3亿1300万美元。2013年，泰国的贸易逆差增加到104亿9400万美元。2023年，泰国的贸易逆差竟高达366亿3500万美元。去年泰中贸易总额1049亿6400万美元，其中泰国向中国出口341亿6000万美元，而泰国进口708亿美元。泰国贸易逆差366亿3500万美元。从中国进口增长最快的最主要产品是客车和卡车，金额为26亿600万美元，较去年同期增长490%。其次为塑胶制品，全部22亿3600万美元，增长3.3%。机械及零部件65亿6500万美元，增长2.3%。金属制品23亿7000万美元，增长1.2%。其中电机及零件进口87亿5900万美元，下降3.5%。化学品60亿2600万美元，下降7.8%。家用电器58亿0700万美元，下降1.7%。钢铁及制品37亿8500万美元，下降4%。根据泰国海运商协会主席柴昌表示，泰国进口货物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成本货物或者原料，这类进口产品将用于生产部门，生产进入国内市场或者出口的产品，促使生产部门扩大，并对国家就业产生持续的影响。
第二类是成品，也即是有机会与泰国厂商竞争产品，并可能影响为供应国内市场而生产的产品产能的使用。根据2023年的进口统计，发现大幅扩张的来自中国的进口产品仍然是成品，例如客车、卡车、塑胶制品等。不过随着中国产品进口的增加，泰国的产品制造商需要做出成本管理等调整，以便泰国生产的产品价格能够与中国进口的产品相竞争。此外，在产品标准监管方面，政府部门将在进口产品标准监管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 BOI 投资促进委员会有指标要把2024至2025年成为吸引目标产业投资黄金年。 BOI 投资促进委员会强调，泰国必须要紧急解决劳动技能、法律法规和有限的出口市场等三大风险，并指出2024至2025年将是泰国抓住机会吸引目标产业投资的黄金年。国际政治冲突与两极化仍然是重大供应链重组的催化剂，2024年仍然将有动力将生产基地转移到不冲突的国家以支持投资。投资促进委员会秘书长纳利透露，2024到2025年将是泰国投资的黄金年，尤其是目标产业将继续保持持续扩张的势头。泰国是极具潜力的国家之一，是这地区杰出的投资来源，具有基础设施和物流系统等高品质支撑因素，拥有高素质的人才、清洁能源、完善的投资奖励措施、税收和非税收措施。2024年也就是今年是泰国争夺重要产业投资的另一个黄金机会，特别是电动车、半导体和智慧电子、数字资料中心、大规模云端服务以及地区总部的营运，这些投资将有助于加强长期的经济增长。此外，在总理的领导下，重视吸引投资，带领路演团队亲自邀请目标企业，这是积极主动工作的新维度，使泰国在世界舞台上更加突出，两者都大大增加了投资者的坚定和信心。在塞塔总理的领导下，与公司高层直接讨论和交谈，执行吸引泰国主动投资的策略，而且收到了有关泰国准备与政府支持措施的讯息，带了良好的回馈，并有机会在短时间内成功完成交易。不过泰国需要克服投资障碍的三个挑战，包括了社会老龄化、劳动力数量限制、进入劳动市场的人数减少。再者是投资和营商便利度是投资决策的重要因素之一，投资既要完善法治体系，又要发放各种许可证，才能够实现现代化和便利商业运作。再者就是加速扩大与更多国家的自由贸易协定，创造新的出口市场。各位听众，今天由泰国广播电台所提供的普通话节目全部报告完毕了，我们明天再见，感谢我的收听。